舞台不是一个很宽的，拼就拼最高的位置。你帮我上出来了吗？我的心脏，哎呀，太甜了，我的宝贝。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DJ 老师可以关音乐了。这椅子这样看好少啊。制作人好。你们好，紧张吧？坐吧。谢谢制作人。现在《第一青春有你》第二季线上助力。Oh my god， 这个还有公证的，救命啊！最终助力结果。我需要加个呼吸机。4838的助力值，温暖又治愈的，擅长 vocal 的训练生。张宇。他是一位个人训练生，狗血，有在破风的舞台中展现。我又说好慢，好暖。这位训练生是为数不多的。你很棒，行，好棒，加油。但是子英几岁？接下来第27名的训练生，倘若如此，你们还愿意？愿意。一直以来，他在舞台上的进步，让他。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请去到你们的位置。我爸妈对我也挺好的，我这样做他们的闺女，我不想当别人家的闺女。预言，自律，谁律得过预言？我们的109位训练生，有初出茅庐的，来自。是一位 vocal 担当，请关门。吃早餐。看日出。那应该不会是我，我从来不看日出。小组第一。预言，地瓜真甜。下一页。恭喜个人训练生，下一页。如果你们的心中也有那个埋藏着的梦想，请你勇敢去追寻吧。会不会有人去奋斗的人？我要努力，彼此鼓励和给彼此一种力量。我们不是。入座吧。下一组会是谁呢？不得，但狮子的可以。接下来，我来公布。这也太多了。这个是真沙。预言。9万。接下来，公布，从一开始初评级的 F 班到，接下来公布的是。不仅仅是感谢坤制作人每次在这种生死关头陪伴我们，然后我还要感谢100多位训练生每天都带着甜美的笑容跟我打招呼。他终于笑了。我想说，其实我离开这个唱跳的舞台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久了，但是这次可以回到这里，并且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很开心。这就要谢谢支持我的青春制作人们，我会抓住这次机会，既然我来了就不会走，我会更加努力，绝不松懈。谢谢坤制作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，给我助力，谢谢导师们严厉还是鼓励，这是真有点大、啊、然后我本来就很想跳出我原来那个小舒适圈，就是想说希望青春制作人们多看看我们吧，我们都是很好的女孩。谢谢付乔秘密组戴燕妮王思雨刘亚楠，谢谢你们。入座吧。甜美。哎呀，他真的是不得不佩服的努力。OK， 你在那个走廊里都能听到他的。
尾音。看不好我的人。What do you mean？ 爱出来。天哪！去吧，加油！来了，那个环节来了。留住。许佳琪，你对手好多。今天要成为我的对手。Love 语音搜索“青春有你二”，去卫生独家资讯抢先看。有方志、可拉可拉、赵美体、时尚芭莎、L China。